我袂当离开啦！我知影，我知影，可是哪？我袂当离开啦！哪里？那趁即马紧来走啦！我袂当离开啦！哪里？我知影，可是哪？你的手机已经嫁人了呢，你哪个好意思来才食这种饭啊？ 你搞我当作啥？你真正是恶人，假捧狗！放手，放手啊！啊！囡仔，代志要找我，就靠一支我写的电话，我本人会接。想袂到，我绝处逢生，竟然拄着江总裁高道三公。好，让人放出来啊！你搁要继续救哦？还是你要亲像较早同款，你是啊，伫正人面头前做一个安分告假啦？暗时啊！ 这要偷偷出来做啥？万条万真正有够衰啦！人咧讲哦，唔惊娶表做某，上惊就是娶某做表，迄就是咧讲你啦。你才拄搞半年，你要搁乱？好啊，到今要管你了，食免钱帳，还想吓你？想你有水果？想讲你咧来阮家乱的哈？你误会啊，我唔是来乱的，阿伯哦是来。错者，有话我讲。 放假轻松的啦，以后大家都是一家人。啥物事啦？我若想要用心倒转去正大，需要一笔资金啦。这江总裁若是愿意提供这笔基金，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讲，毋是干那随讲讲的尔。这是啥物啊？既然毋知是我的砍头魔，当我若专心成功的时阵，你实在是。